到城隍庙去烧烧香，就没事了。<笑>嗯，听说狼玉柱住在鬼屋里，鬼倒没难为他嘛。哎，你看，哼，一下子这屋子就成他的了。嗯。 是如玉呀、啊，你死了！胡说，我明明是人，那你怎么一副鬼相呢？要不是装鬼呀、啊，你早给歹人杀了。有人要杀我，嗯，我问你，有一个瘦骨脸，嘴上留了八字胡，大概50岁的人，你认不认识啊？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叔叔郎中原。哦，哼，我的家产都给他占去了。 他已经占了你的家产。他说，先父欠了别人很多的钱，就叫县衙门的人把我的家给封了。如玉，你看见什么了？玉柱，你往后还是少出去。出去的时候跟我说一声。要是在街上见了郎中原，最好躲开他。如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别问，记住小心点就好了。哦，来，我替你梳。嗯，你的头发又香又软。玉柱。嗯。 这些布可不是人做的。
大发布庄的掌柜说，这布是郎玉柱卖给他们的，要是鬼的话哪能织布啊。嗯，是鬼，一定是鬼，我亲眼见过的。怪了，鬼能织布还能弹唱啊。哎，那你还亲眼见过鬼推磨？嗯啊，那是古人说的。郎公子是个好人，咱们得想个办法救救他。哎，郎柱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我就请他来。哎，郎公子，郎公子，大伙儿请你到里边去坐坐。不，我得赶回去。哎，坐坐坐，坐坐嘛，到里边喝杯茶嘛。哎哎哎，来来来，郎公子。哎，来了个真巧啊。哎哎哎，坐坐坐坐坐呀，请坐。喝茶。啊。郎公子啊，你被鬼迷上了。啊，什么啊？印堂透绿，眼角泛红，明明是给女鬼迷上了。郎公子，你要谨慎小心，否则恐怕不救人事矣。谢谢好意，我得要赶回去了。郎公子，你是读书人，应当明白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。鬼会害人的，会吸人的精髓。郎公子，谢谢，不过在下并非是与鬼为伍，请各位放心吧。啊，谢谢。哎，老夫子啊，你断定他真的碰上鬼了？一点不错，是个女鬼，是一个女鬼。快到房里去歇一歇，你不能再累了。不要紧的，我这会儿好多了，再吃一点。你不要再吃了。刚才在街上有没有遇见郎中人？没有，只是跟邻居他们在茶馆里说了几句话。都说了些什么？真是笑话，他们说我被鬼迷上了。是吗？你怎么回他们呢？我只是一笑，谢了他们一声，拱拱手就回来了。他们说的鬼呀，是我。你你会是鬼变的？世上啊，有多少人把人当做了鬼，把鬼却当做了人呢？我要是真的做了鬼，你怕不怕？我不怕。还爱不爱我？怎会不爱呢？如玉，我们要能永远这样过下去，我倒宁愿做鬼。如玉，愿我们俩天长地久，终身相守。啊，Thank you.